斜口调好了，总共是调了67针，但是我们现在只需要62针，就要减掉5针啊。斜口都是织的单螺纹，一针平针，一针上针这样子的。我们先来收第一针啊，把第一针收掉，直接两针并一针就可以了。这个收掉了第一针，在平针的织法上面收啊。这个5针的收的位置，大家都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那个来调整一下就行了啊，没有固定说在织多少针之后收，大概就是位置收掉就行。好，我们这边织到这，多出来的这一针挂到这个上面来，再来织平针，上针。